因为你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？我今天背新包包出门，今天还有做个小扣子，就是怕那个有些肩带会掉下来，很赞呢。打开容量超大，外面还有两个可以装耳机的或零钱的，像我里面就装我的 AirPod， 好方便哦。带了我的钱包、哇、打卷、哇、手机、红梳子、防晒喷雾，连这个都装得下。最近不是午后雷阵雨很严重吗？雨伞，而且还不是小把的，很蛮大只的。换卡夹、卡片的地方，很软之外呢，这个材质非常轻，所以背起来不太会有重量感。刮防脏、防泼水，指甲刮都 OK。你看，皮革不会坏掉，非常耐，超耐用。好强哦！它的长度刚刚好，小个子女生、高个女生，我觉得这一款包包都可以。也是这一款有七个颜色，哇，颜色非常多，大家就是任君挑选。黑色是最百搭。嗯，对，那如果想要选一些夏天的颜色，它的黄色、蓝色、粉色我都很推荐。嗯，夏天需要一个大包包，对，需要大包包，刚好防晒就可以随时装在里面，太强了。